各位，这里是左左和一次，我是左左。今天呢要飞去广州，下周要去广州出差，现在已经是到了虹桥机场。刚才过安检呢，唯一的不同是因为疫情，所以不能网上值机，一定要去柜台值机，然后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。飞机是4:30的，现在刚3:00多，所以还有时间。等一下看看落地广州会是什么样的防疫政策吧。落地广州了，现在要去做核酸。